阻挠台湾参与 WHA， 美国、欧盟讲话了。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于5月21号在日内瓦登场。在中国施压阻挠下，世界卫生组织再度不发邀请函给我们。美国在台协会表示，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， 对中国的阻挠感到极度不爽。欧盟经贸办事处也强调，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活动。欧盟方面认为，世界环环相连，不太可能把一个区域孤立出来。如果今天有公卫事件爆发，这个区域没办法获得相同资讯，最后也会波及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习大大能明白了吗？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7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